跟你们讲几次了，叫你们收玩具都没有在听吗？妈妈还不够累吗？还要帮你们收玩具吗？下次这个车子这么大台就不要买，根本就塞不进去了。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。